花瓣是比较细长，莲花是叶子贴在水面。把主题画在比较靠近下面，你先再粘两个。一朵画好了，第二朵一样，里面淡的，笔尖沾浓的，大的小的互相搭配。稍微逆笔，这样子逆笔。先再粘回两个，靠下面的画比较大朵，比较不会头重脚轻。淡的在里面，笔尖沾浓的，
那也要两间，不要让它那么尖。花花苞，一二三四，换绿色的，是淡的绿色。不必太淡。稍微比较浓一些。让这个淡的部分脱干。再浓一点，
给它浓浓的。一样沾浓浓的。啊，直甜甜的。浓的，对着中心写下来。找中心点，
这个是要有蛋的，那蛋的就给它调的淡一点点，然后开始莲叶贴在水面上，把沫打开，洗掉一些太浓的绿色，浓的。现在要调淡一点，一样要有浓的，渐渐淡。先沾浓墨，不要太浓，在这里调整一下。现在这个很浓，不要太浓。不要再像中央了，画一个椭圆形，这边比较长，这边比较短，这个要平平的贴在水面，所以这个直线不要弯，表示它是贴平平的贴在水面上，沾绿色，再沾墨色。这个是比较大的，这样子是比较小的莲叶，一样要表现它是平平的贴水面，可以这样平的，不要弯度哦。装饰也是淡的，碰水，比较短。水分，量要直直的，这边比较长，这边比较短。洗掉浓浓的墨，洗掉，来点淡的，浓的，再来是墨，一样
要给它摆的位置高，要有高低。这边比较宽，这边比较窄，宽窄。最浓的墨，要直的，千万不要有弧度。这个地方要让它在中间，洗掉颜色，吸干一点，接近清水，
这里就在那边。以前是木，比前面的大吗？比前是木。一样，远远的看哦。看整个画面。这个笔，我盘子敲一下是非常淡的，然后要下笔之前就是写一下水，平的啦。不会经过这个，你千万不要拉过这里，这水的地方。碰干净的水啊。
个甘蓝是非常淡的，它代表水平面呢。记得不要经过这个莲的梗。颜色太重，把它洗掉，淡淡的，越后面越淡。那边就不要了。那是代表水平面啊。好，那洗得更干净，一样。要让画面就是色彩丰富，有的莲花看不到它的花心，但是这几朵我们可以来给它加一点点。不要太多哈，白的先沾。黄的一些些，记得没有要点很多，让画面色彩丰富一点就好。找中心，花心一定是对的这个。一样找中心点，
就是从花瓣的缝隙画一些些就好了。看一下哈，好，嗯，可以的，嗯，也要落款。落在这里比较多可以写的地方，我可以用手杖盖在这里，落款的字写在这里，嗯，多加一片花瓣。站起来看一下。让它饱满一点，准备的落款，落款是。找好了，玉莲开蕊暖泉香，玉莲开蕊暖泉香，看一下，啊，天啊！
便要留我的名字玉林。用指甲的大概的，好，记得落款的笔是写书法的笔，跟画画的笔最好是分开的，写字的笔要保养的好。一样在废纸上面，一样的是宣纸，因为刚做化疗手不听使唤哈，不太听话，完全香。昨天才刚第四次的化疗完成，完全。自己的名字可以比画的题目，就是画的题目
小一点点。先小声一点。手会发抖，没关系，会一天一天的好过来哈。不要让它平平的、齐齐的，高高低低的比较好看。这个给它长一点点，好，来盖银手章跟姓名章，这个不需要盖压角啊，因为我画的很丰富。有点晕，这个银手杖我来找一个比较大的，前面那两张银手杖是小的，现在来找一个大一点的。这个是我自己刻的很满意的一个章，那个磨的都是自己磨的，以前时间比较多，连石头的这个打光都是还有落款都很花时间去设计啊。印章比较大，你就要都要有沾到印泥，上下左右中间，这个是放意写神。高度一样，注意一下。这里我找了一条线，盖章没那么早，就是落款用印，没有那么简单啊，学问很大。上下左右四个角。然后最中间用力，我都是用全身的力量，
然后起来的时候，它稳稳的起来。这个都不能碰哦，这个不会马上干。盖的有点高了。精神状态没有，就是头昏昏的。好，不要找这个线，盖在靠下面哦。我给它下来一点，但是我盖得太高。刚才有讲要对好，结果没有对好。上下左右，所以用印章不是很简单。中间仔细看，它如果再下来一点会更好看了，再下来一点会更好看。只好把它说，这有点切线没，这个手会发抖，有手会发抖的，都没，中间用力，从一边稳稳的上来。看一下，好，完成了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新的一年，金牛年，大家都平安，世界也都见一天一天的，不会有疾病发生。那我的自己的身体一天一天恢复健康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晚安。